昨天我们买的一些这个材料啊，都还没来得及搬下来，回来已经晚了哈。嗯，回来天黑了，对，每次出去一趟回来就天黑了啊。对，嗯，虽然说市里离我们就五六十公里的话，但是呢，嗯，一来一回还是挺耽误时间的。现在天气还是有点冷，不像夏天10点才天黑哈。对，夏天时间就长了，不过现在也还好吧，现在是8点多天黑。大白，你秀什么秀？这一块感觉挺特殊的哈。嗯，挺特别的，可以写字感觉啊。两边都好看。这种是他们的废木料了。对，送的。嗯，送的。还有一个造型我喜欢的，我挑了一个这个，这薄薄的。对呀，这造型很好看，他们就拿来直接就那个啥了，太薄了，他们不要了。对，这拿来烧柴火，要么就是。要么就是打碎碎做那个合成板。这挺好的，我觉得这造型挺好的，我就捡回来了哈。刚好买了这个泥拿来用一用，这个感觉还挺实用的，挺好用的，你看粘的还挺干净的。这是网上看到的。嗯，它这个说啥比较适合粘那种毛啊，就适合我们就粘小动物的毛是可以的。嗯，就粘那种缝缝啊，粘的感觉比较好啊。嗯，你玩吧。QQ 弹弹的 ，QQ 弹弹的，像这种风，感觉比吸尘器还好用，有没有？对，不过就是一次性的这东西。我们那个小吸尘器没带着是吧？没带。像这种边边缝缝扫不到的地方，给它一粘，一滚一下，感觉就干净了，灰都吸干净了，感觉挺好的，哇，吸的。捏这个东西会上瘾呢，我觉得。真的感觉好解压，哎呦，差不多就得了，还去干活呢。看能捏到好多毛哦。这个的确是挺好的，像我们养动物的话，粘一粘可以。没事，粘一粘啊。嗯，主要是粘毛可以，我觉得粘毛挺好的。它粘那种角角缝缝也挺好的。对，好了好了，差不多得了啊。差不多，我们把那个木头给它收拾收拾。买的这些木材啊，又给我们做好多东西了哈。这个一大长条的，又可以做木工活了你。是啊，然后又买了一桶那个外墙乳胶漆嘛，这个就是到市里啊也没买到那种小桶的，都只有大桶的。这个已经最小桶了，这个是。这大桶的话，估计要多好多哈。看看吧，看看就是明天想想看。先把那个外墙那边还差一点嘛，给它抹掉，然后再想着就是看看我这个要不要给它抹了。对，原来这个地方它是这个黄色嘛哈，想着要不要给它弄成那个。你看它这里已经很旧了。这以前这个是以前它堆的杂物，就是没有碰到的地方。对，颜色也不均匀。以前还是像红色一样的，说不定是吧？没有，这久了就掉色了。对，我们在想着说要不要给它调一个就原来这种色嘛，是吧？还是。直接就弄成那个，就直接用白色是吧？我觉得可以晚上我们想一想，想一想的话，明天看看能不能给它涂上。其他颜色也不敢随便调，到时弄出来会不会不好看哈？对啊，你白色的话，白色的话你弄那个外墙还好。白色挺亮的。对，但是你要说弄围墙都还行，就是感觉还行，看起来还行。但是要是用房子的话，可能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刺眼吧，有可能哈。不知道，人家一般墙不都是白色的吗？不知道呢。晚上我们想一想吧哈。要么就淡黄一点，这个颜色感觉有点深哈。要么就是太旧了，就是太旧了，不是有那个黄色的浆吗？想想看吧，晚上再纠结一下。看，这边底下墙皮都掉了，也该要给它补一补了。对，把这个买的小木头啊，全部给它用完啊。今天准备做一个那个小栅栏，就是。把我们那个葡萄那个就门口那边嘛，给它围起来哈。做出来看看围的好不好看哈。对，之前用那个鹅卵石围，那感觉不太行。用那木栏围，就是木的跟它搭一点哈。50公分的这种的。给它切个小三角是吧？对。弄个小三角就是你要炸的那个。头上不用放尖尖的，我觉得。不用尖尖的。就这么尖就行了。对，把这个全部都画个印印哈，全部给它削成那个尖尖。你来锯，我来打磨一下。可以，磨锯子这东西安全。
不危险，你可以磨一磨玩玩。磨平它要好看一点，现在不磨平的话有点扎手哈、哦。对。这个就直接开机就行了。对。你用你用手压的还是用脚压的？我的，不这还好，这个轻，你用手压的就好了。哇，还挺大，我这样子用啊。嗯，拿稳就行了是吧？拿稳就行了。这样拿得稳吗？对，可以可以。两边来呗是吧？啊对，你再用脚的，这样，哎呀，来，要压着，哎，好棒啊！然后这边也要要啊，这边也要要啊。啊，我知道，四边，对，用手要。那手拿着，用手拿着，这样子。对，用手拿着它，对，看就好了，用手拿着。不用关它，不要关它，不用关是吧？不要关它，你就一直手拿着一直磨。你磨这地方，你再过一下，这边也得过一下。对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挺油滑的。嗯。我你感觉怎么样？这磨这个？啊，磨的怎么样？你看，这点毛刺啊，这么多毛刺都没磨。有毛刺吧？有刺吧？刺吧，不是得吸灰哦。哦哦哦，你再过来，过来，你的木头会不会就让它吸了？爸爸，你不要过来这里，你找个地方，你到这边来，从这边来，在那里吸。这木头确实还是蛮多的，这个。这边吸到灰了，给你也戴个口罩。啊，你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，不能过来，在这里啊，哎呦，吸灰了，是不？哎呦，可怜死了。你用手把它拿着就行了，这东西伤不到手的。好好，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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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在后面躺着，在后面躺着。在那里啊，在那里啊，乖乖的吧。我这个三角啊，已经锯完了。鳗鱼呢也磨了一些了，这磨啊和没磨的区别还是挺大的，你看，能看得出来吗？不磨的话就是，表面就是脏兮兮的，毛毛糙糙的。对，磨完以后就是明显就是很光亮。怎么样，合格不？合不合格？我这个。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嗯。可以，差不多了，你可以去玩了。嗯。这个磨的感觉怎么样？这玩意我觉得挺实用的，是啊，木工婆必须要哈。是的。嗯，再弄弄吧。啊？你再弄。不要你弄了，我来弄吧。我这个几分钟就搞定了。嗯，少休息一下吧。没事没事。嗯。这没事。弄啊。嗯。啊？这我能弄啊。你能弄。你能弄，就是有点慢。慢，有一个我一个人已经弄完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这速度可以啊，还钉了那么多条了。嗯，这小螺丝要是放那个啥更快。哇，钉几块上来，感觉是有点感觉了哦。待会放过去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嗯。我弄个一米多长看看。嗯，先弄一条看看啊、哦。喝口营养快线，好，这营养快线还挺好喝的，嗯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、哦，嗯，很浓啊、哦。之前好多年前了，真的是被谣言吓得都没有好久没喝了哈、哦。对，话说啊，这是时隔多少年、嗯，你主动给我喝饮料了、啊？对，我也好久没喝饮料了，嗯，好久没买饮料了，我、哦。对，我是比较喜欢喝的。嗯，这碳酸饮料真的是很少喝的，除了啤酒。嗯，这好一条，拿来试试啊！哇、哦，有模有样哦，哼，好看，比买的还好看。是啊。
就这样搭起来看效果。嗯，哦呦呦呦，在这两三，在这两条就可以了。就这两条。嗯，可以啊，我看看效果。可以啊，你看一下，是不是？啊，后面棍子稍微往右边那个地方稍微有点斜的，但是没斜，看得出有点窄了嘛，但是看不出来哈，感觉还行。它总高度是一样的。嗯，到时把那里泥巴挖一挖，给它稍微埋一埋进去啊。嗯，给它固定下去。嗯，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，我就继续做嘞。嗯，好看，看到葡萄架还挺大的啊。嗯嗯，因为。比买的还好看，因为买个那啥，比买的还好看，因为买的太单薄了。这个的话很厚实哦，很厚实，快2公分了。嗯，很厚实，买的那种太单薄了。对，哇，好看，好看，不错不错。第一次做这个栅栏，啊，自己把它做好，做个整体哈。嗯，哎呀，又多一项技能是吧？嗯，卖围栏了。把这个气泵拿出来。哎呀，气泵肯定要快一点。它都不够了。没，这是三角的。这个气音箱力气太大了，你看。这两个架起来有个4公分呢，把那个3公分的钉子打进去了。你把凳子都打进去了。嗯，对，这个去。那怎么办啊？嗯，把凳子打进去。哎，短一点的吧，拿短一点的钉子吧。已经是最短了，这个。那怎么办？我打出来啊，给他。那你用什么钉子啊？啊？那你怎么办？用什么钉子弄啊？怎么打进这么多啊？我这钉子很短的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打磨完了。嗯，哇，感觉打磨这个挺解压的，你会觉得？先把它毛鳞毛鳞的给它磨平了、哦，完了，磨得平挺光整的那种哈、哦，磨得平滑平滑的，感觉挺解压的。哎呦，算了吧，我还是用那啥吧，我这个是50的枪，用3厘的钉子它容易卡，老卡住了是吧？老卡住，打不出来的哟，那还用钉钉子吧？还用螺丝吧？嗯。也快，嗯，这是蜂蜜，蜜蜂跑到我身上来了，哦，人家说他喜欢黄色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不敢穿黄色的嘞，嗯，会不会蜇人呢？他是不是以为是花在采蜜呢？我的天，快下去，下去，下去好不好？下去不要咬我，快下去。小塔，你爪子是被蛰了吗？嗯，我看到刚看到一瘸一瘸的，哎呦，你看，是不是走路有点奇怪？小塔，让你不要去碰那个蜜蜂，是不是蛰到爪爪啦？嗯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痛不痛啊？哎呦，痛吧？快，不要来这里了，这里有蜜蜂，你快，把你抱回去。哎呦，还玩不玩蜜蜂啦？啊，可怜巴巴的，我看一下痛了，哎呦，真的肿了，肿了，我去，肿了，看一下肿到哪里了，哦呦，你看到啊，刚刚还不给我抱，就别碰它，痛了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抹点东西啊？它自己会好的，你看两个脚掌很明显又被大多了，嗯，让它躺着吧，休养一下吧，嗯嗯，这3个都弄好了啊、哦。弄好了，准备给他再接一个那个
接一个尖尖的打下去的哈。对。嗯。哎呦，我裂了。裂了没事。嗯。那你尖尖下来。隔几个放一个就行了啊。对。把这边清理一下啊。把它挖矮一点哈，挖个沟沟出来。嗯。这样子就可以把那个插进来了。对。我扫一扫。哎呀，这核桃和核桃跟大白，两个又在那里玩啦。小核桃，爪子又不疼啦。小核桃爪子又不疼了，小心一点啊！你看，你看我，哎呦，喂 ，no！ 我的天哪，你看这捣蛋鬼，我看他一点也不疼啦。你到哪？好，那给你吧，再回去一点吧。是不是慢慢走着连续一点了。嗯。哎呀。今天给我砸歪了。砸下去了。嗯。把这个尖尖砸下去就行了。再给它上个螺丝是吧，稳了。丢。可以丢不了就行了。嗯、这可以啊，还能挡机啊、哦。嗯还能挡机。挡一点嘛。再买个几根回来就行了。哎呀，哇，对，看一下，嗯，可以，不错不错，哦，很规整的。我也看一下。嗯。啊、哦，算是一大长条哈。嗯。可以啊，边边上到时再买几根就好了。再买一些，把那个边边上那个。对。围到那个桩桩那里就行了哈。对，在那个边边那里再围一点就行了。这样就好看。嗯，完美，不错。